农历新年就快到了，我们田中社头二水三乡镇，除了田中马拉松时候外，就属过年这段时间最热闹。外出工作和求学的亲人们都会纷纷返乡过节，但人一多，治安交通状况往往会增加。田中警察分局在过年这段期间，也针对常常遇到的治安交通问题，贴心的加码一些应时的措施和便民服务。社置集中派出所。过年期间，田中分局除了原有的服务处所外，会在火车站和观光景点等人多的地方设置机动派出所，维护治安交通，并提供民众及时的帮助。闹警察啦！妄想放弃的吉普超。提前是超的旺季，提款后民众可能会成为歹徒的目标。提醒大家，钱财千万不要入白。如果发现有人接近护卫，随时一定要提高警觉提防。另外，田中社头二水三乡镇的民众到金融机构提取款时，也欢迎向我们警察申请护超，保障您的财产安全。最怕的就是遇到塞车和交通事故了。田中分局在辖车人车聚集的观光景点，像清水园、松柏云等，都有增派机动警力和进行交通快打。一说遇到交通状况，就会迅速到场疏导，恢复交通顺畅。也提醒用路的朋友，注意行车安全，勿贪快，勿酒驾，平安回家才是正确的道路。关怀弱势族群，过年前夕，田中分局都会向社会善心人士募集民生物资，再亲自到辖内弱势的民众和长者家中，将这些生活必需品赠送给他们，并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，使他们感受到警方和社会的关怀与温暖，过个不虞匮乏的平安年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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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好，你现在先不要紧张，我们马上去找。谢谢谢谢，稍等一下。田中分局秉持细心、爱心及同理心，加强推动寻人任务，希望能帮助更多破碎的家庭再次团聚。也提醒大家，可以申请志愿者指纹耐按建档，善用爱心手链守护 QR Code 的步标及 NFC 防走失智慧手环等防走失免费资源，减少家人走失的风险。只要外出申请，过年期间总不免会有全家出游的时候，但是空荡荡的房子总是容易成为窃贼下手的目标。田中分局提供举家外出居住安全维护服务，让你携家带眷出门时候，对你家的治安若有顾虑的话，只要向我们提出申请，我们会为你家里附近的治安做好把关。另外，也欢迎外侨的朋友向我们提出这项服务的申请哦。田中分局订定了治安平稳、交通顺畅、民众安心的目标，并指出闻声解数来推动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，希望能有数一数二的成果，让田中社头二水三乡镇的朋友们拥有平安、愉快和幸福感。也祝福大家未来的一年里有数不胜数的成就、收获、喜乐和满足。田中分局分局长郑忠。
率同各单位主管、警方派出所、热水分驻所、源泉派出所、警备队、侦查队、社头派出所、内阳派出所、桃心派出所、交通分队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！新年好运到，好运旺旺来！新年快乐，众望所处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！虎年吉祥，聪明如鼠，虎年锦速喜！祝大家鼠年如意！祝大家鼠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